选民投票，哎，选民认为你会赢，伊这张票甲转了出来了。选民认为你袂赢，伊这张票，像我台南，我即马因认为我会赢，伊愿意投嘛，哦，即变啊，所以我出去行，我会感觉足会感动嘛，我有人会感觉流目屎。迄少年人咧卖菜，我讲夭寿啊！你二十几岁，你咧卖菜？伊讲啊，这菜拢我家己种的呢，哈？你家己种的，所以你看你才会袂感动。伊愿意二十几岁，伊愿意转去嘛？吼、哦！伊读册半工半读，佮转去甲因老爸迄三甲地改落去种菜，种有机菜。伊家己来菜市也卖嘛？啊，你才会袂感动？吼、哦！这少年人就讲，伊咧改变，伊咧找希望啊。所以因咧看候选人嘛，咧看希望啊！啊，我种嘛菜种种足济，果子种种，啊，你甲我卖袂出，我囥咧安怎？啊，我变，我落爱搁家己来菜市啊摆档。所以你茫看简单这庶民的经济，伊对摊贩、对劳工、对渔民、甲农民，伊的基态，你去看这所有的天王，甲这制定一个规则，是安那遐尼啊困难？你即马愈安尼就对了，科比的优势愈好。另外，科比先去找独派的。哦，李登辉创好来看阿扁的，来最后你知道科比即马咧算对一招，你敢知？我甲你讲，足简单嘞。独派是反对科比上忝的，伊知影最后可能韩国的科比已经设定韩国会出来啊，所以我最后若是韩国的出来，变作阮两强相争啊。蔡英文啊，甲提15%科比就公司啊啦，所以只有拜托独派李登辉阿扁的啊，就看安怎讲嘛去。最后，互独派会当。放杀蔡英文，甘愿交甘目屎倒互科比，伊咧伊嘛咧求险中之胜之将呢。即马大家已经拢算到遮呢，啊国民党若是搁伫遐无啥啥，我讲即局就是科比硬去配啊。